好，我是佩妮戴佩妮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我贼专辑的第二首歌，叫做《未完不待续》哦，不待续。这首歌是我为整张专辑写下的第一首歌，然后也是我自己跟我过去16年来过不去的那些过去 say goodbye 的一首歌。我觉得人都要放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然后我选择在前年结婚的时候写了这首歌，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决定，因为决心要重新迈向新的一个旅程。那现在也身为人妻，身份上也不太一样，看这个世界的感觉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《未完不待续》。那这首歌里面想要表达的就是说，很多事情它并没有一个你希望的结局，并不代表那就是遗憾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放下，一直折磨自己，去不断的回望或者是检视那个伤口，你会有一天发现那个痛的感觉会被用尽。所以我就是我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感受，坚决的下定决心，跟过去的所有的伤口 say bye bye， 然后一针一线的把它缝起来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我的过去已经烧成灰烬的未完不待续。那条想为你哭成的河，为我